干天什么？空老戒师讲指我不忘见了。了。哦。哦，我想起来我干什么了。已经盖到没感，这我眼前的作品太震撼，都忘记刚刚我干了什么。已经盖到没感觉了，直接被吓到。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啊？好，我有，我有，对，脊椎不见了。哎呦，你看我的还在耶。Jerry， 这个要扔了啦！送的女，哎，钱包扔了啦！这个是德，前女友在这，等下，这个是德克斯特吗？钱包破了，哎，是德克斯特，哎，德克斯特，我就不知道，哎，德克斯特，哎，这个要丢啦，留着干嘛？傻瓜，傻瓜，哈哈哈哈哈！哦，他猜的是妈妈的年代，不是物品哦。没有没有，就是你要跟妈妈伸手要请10块的那时。啊，是你那时候讲物品、啊。你要把10元放在后面，不是把年代放在后面哦。那为什么是10元？对啊，哪里有10块钱？那时候东西物价还没那么高啊，就是说10元就够了。所以前女友的手变成妈妈的手了。对，完全不懂啊。我不懂杰克，杰克在讲什么？我会猜，我会猜弟弟给德克斯克。杰克的逻辑哦，他脱口出来，哎呀，人的年代，妈妈的老旧死了，快剪掉，完美的妈妈要出现了，为什么他要？哎，你看他肚子，他还有后面哎，人马族，人马族，天哪！哎，他这样子，他以貌告人哎，没有的，他新年新希望就是成为人马族哦，一定会来告你们的。他很久的10块钱中啦，猜对，居然猜对，哦，10个金锭，好猛哦！哎，那个，那个是啥？杰瑞的。竟然是 Moco 妈妈的10块钱哦！对，被前女友送的钱包，哎呦，怪怪的哦。原来是不给的10块钱，这个是不是可以互插的那个啊？互插的，这是什么？那就是他，他对对，他不只可以两个脚互插，可以好多脚互插。对对对。哦哦，这个哦，有印象了，我应该没盖错吧？它是塑胶片，完全不知道是什么。这个太久远了，怎么啦？你可以去 Google 啊，你 Google 不止出一代，好像还出到4代哎。你看你们童年啊，还可以拿色，对不对？这个东西我跟你说没办法穿成。哇，这个，这哪这这哪指头嘞？指尖陀螺很像，好不好？还蛮像的，中间的话，指尖陀螺可以互插哦。不一定插。话说这个东西我第一次知道它叫做这个旋风卡，是哦，它这种旋风卡哦，哦，好厉害哦，这个游戏哦，有5代、4代，好像有出4代哦。我以前有这东西，但我都不知道它的名字嘞。我可能在玩芭比娃娃，我以为是雪花片的啊，变指尖陀螺了，有一点像雪花片。哦，这指尖陀螺太像了。完全没问题啊，这边还有手嘞，有没有？哦，我原本盖反哦，可是好像太怪了，我就把它改成这样子。可以可以可以，要看原本版本吗？原版本长这样。哈哈哈哈哈哈！确实有点怪，难怪要改，难怪要改什么？太好笑了，难怪要改。哇哦！这个难怪会被人家说18禁，18禁哦，他这样子哦，就这样子了，还白搭哦，很棒哦。为什么指尖陀螺的长相就特别奇怪呢？啊，就对啊，为什么不能两颗在下面吗？两颗在下面更奇怪吧？什么什么什么？干嘛？不要啦！我被编台了，要编了，要编了。下一个，下一个。拉姆斯的玩偶，哇哦！拉姆斯什么东西啊？漏的，知道吗？哦，对，这边有。我一直觉得我在盖忍者龟，他是啊，他是龟没错啊，这还好，是龟。这是没有他盖的，我就盖了。好惨啊！那要歪楼了，要歪楼了，要歪了，哈基哈基要把它歪爆了，很快就要歪楼了。跟你讲，你们自己去 Google 卡瓦邦卡的，这是卡瓦邦卡的，这个样子。你这个猜库巴我可以接受，对啊，怎么猜？我觉得猜库巴也还 OK， 对，猜库巴还 OK 吗？可是你看哈基猜什么？
我是要怎么盖一个五十？你不知道拉五十，你也要吃到库巴吗？我想说这怎么我猜不出来，我忘记库巴了。歪楼了，歪楼了，连累的刺猬魔玛利亚，我操！我真的被这个震惊到了，你知道吗？我没办法，这是根据实力干出来的。这神农尝。尝百草又来了吗？原来看我猜什么？看我猜什么？原来杰克，你收藏的是这个？不，奥克甲弯路。天啊！哇！恭喜杰克！我就是看到这一个，忘记我自己干什么。杰克，你这真的是个宝物啊！恭喜杰克！恭喜杰克！恭喜恭喜！要还给你了。疯猫的牙齿，喵哈的标本哦，他洗牙的那个，哦哟，我刚刚一直在想说，是人类的虎牙还是猫的？因为一般不会有猫的吧？啊，猫的，就是它，因为老猫啦，那个牙齿都掉，会掉剥落。哎呀，有猫咪的虎牙，那这个位置是虎牙，哎，这真的是收集器官那类的喽。对呀，真的收集器官类的，器官收藏家哦。这好可爱哦！哎呦，猫咪的虎牙，我给你看原本盖怎么样子。猫咪的虎牙，哎、欸，你们都猜得好准哦。猫咪的虎牙，你们是不是超像狐狸的？被杰瑞听到了，没有、啊、太远了啦，我还隔着一间三楼哎、欸，你应该听到对呀、啊。原本这样子超像狐狸的啦，狐狸的虎牙，变狐狸了，这什么？啊？我完全看不懂。哦，正面在这里哦。猫咪的虎牙，正面在反了，在反了，在反了。你在干什么啦？猫咪的虎牙，老虎牙，听起来好。老虎牙子是打广告吗？哦，工商工商。哎、欸，你还猜的没有很歪哎、欸。原来猫咪你收藏的是老虎的牙齿啊！这也太猛了吧！哇，像剑齿虎之类的啊，牙齿特别长。那不是喝的吗？哦，是啦，也是喝的。就收藏的是饮料，有没有？对，嗯，来了，就这个啊！阿拉魅惑时代，阿里钥匙圈。哦，阿里呀、啊，阿里九条尾巴，你数后面什么脊椎？1234567890，好像肋骨、哦，九尾有肋骨，又有脊椎。爱心魅惑钥匙悬在头上，菜渣的法师还有两个渣。完了完了完了，这肯定歪的。这不到底什么？天上跑出脊椎。反正不要难过，钥匙圈有，钥匙圈还是有的，有，下一个就没有了，跟你讲，至少你的钥匙圈还是钥匙圈，好不好？心脏和脊椎跑出来，脊椎，哎呀，脊椎背上，恭喜你们，我完全不知道这是钥匙圈，我完全上吊花花，脊椎上吊花花。好恐怖的东西啊！我刚刚一度想说你们没有一直讲脊椎，我以为太空包嘞。难道太空包？就是他这个是上太空。上包什么？我不知道。对我们那个农业专有名词是种植那个菇类的叫太空包。然后我们卖场那个很大包也叫太空包。哦，是脊椎的这一题哦，这是这一题啊，这是晴天娃娃吧？晴天娃娃，而且你看猫上吊，你看这边有绳子，那你要看一下我猜的东西，猜什么？你猜什么？下面什么？我刚刚只有看到下面，下面就有猪，我要用酸水。上面才能，那你可以把那个猪给挡住啊，你这样我就看不到。哈哈哈！那想说那个猪是干嘛用的？就硬要露出猪猪。我没有想到有会从下面，而且还有个工具台在这里哦。上吊娃娃不？天啊，这题到底发生什么事、啊？这题歪好大哦。
有啦有啦，至少没肋骨了啦，可以可以可以，至少有猪啊，还可以脊椎没了，脊椎没了，对对对对对，没脊椎了，至少还是吊饰类的，好不好？就这样，四星球，哇，夹娃娃机夹到了，四星球，而且还品质不错哦。什么烂东西啊！哇，这怎么散？人家骄傲，你懂屁啊！什么烂东西啊！难怪你无法理解啊！四星龙珠啊！哇，我没有办法理解，这有什么好真诚的？很好，很重要哎！这什么？这什么？我看，我看到东西，我看，你把傻人盖成这样，你在干什么？谁盖的啊？哎、欸，那个还是我已经盖好龙珠之后，在等你们顺便盖的而已。你把我的傻人骄傲当成什么了？是汤圆吧？盖的，还可以猜到哎、欸。我看好久才看到，你都猜得到哎、欸！你看，你看，你看，应该看到后面。好猛哦！四星球，简单的四星球，简单就好吧？太简单，太简单。有啊，至少猜得出来。至少我收藏的还是正确的。你收藏的竟然有传承到最后、欸，哎，哇塞！啊、就你不懂我们是很骄傲，还玻璃人。我有啊，我有玻璃的、欸，有没有？多骄傲啊！来，我头发，头发爆了，秃了，秃了。离开这里，离开这里！赛亚人的骄傲，那啥？气死！啊？滑鼠零点功能的滑鼠，他就想不到乱讲的吗？不是啊，一开始不是讲说是别人没有，我有，后来又改了，突然变宝物了。我一直以为你会出那个我送给你的西瓜磁铁，谁要出那个东西了？西瓜抱枕啊！对啊，西瓜磁铁，西瓜抱枕啊！不要，我不要跟西瓜有关。大失所望啊！大失所望。陪伴为什么是陪伴每个夜晚？双级滑鼠，双级滑鼠有没有？乘以二而已。可以可以。是什么？是什么？这滑鼠哦。滑鼠啊！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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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那个是什么？那是什么东西？等下就知道，等下就知道了。哦，这是小精灵吧？这是小精灵在吃星星吧？对，你看我猜了小精灵了吧？没玩，这也是假脚托嘞。月亮星星，月亮跟星星的白痴，白痴哎，四颗星和月亮下面有，这龙，灰龙，我靠，灰龙，龙，你可以把这看成龙也蛮强的。这里啊，这里啊，在这里啊，脸上。哦，脸在这里哦，我也会猜瓜牛之类的哎、欸，这什么东西？看看繁星哦，等一下月亮是星，繁星也太像人了吧？我想说四个人在天上飞，那你也猜四个人嘛？是懒套啊？对，我猜的很有这文学创意。好猛哦！在星耀的星星的夜空中，我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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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七龙珠第一次凑第一集啊，对啊，许的愿就是这一个愿望，那个猪许的，我要女孩子的内裤，我要女孩子的内裤，叮，太夸张了啦，因为我的滑鼠是神龙啊，哇，你还真奇搭，不要把它换掉、啊，出一条龙，对对，不要换了，不要换了，哎、欸，龙珠刚好在隔壁耶，打掉打掉打掉，龙珠在隔壁。超级龙珠只有我盖的一颗球巧克力你还嫌弃我啊你至少有我至少盖的是一颗球他们都是平底锅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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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可以可以，下一题了，下一题了，下一题，下一题。白痴，白痴哦，哈基，不是啊，看不懂吗？
哪只不懂 LOL 啊？而且我昨天没有玩 LOL 啊。那我玩的，他们说、哦、你这样你玩脊椎了吗？我想说 PUBG 又没有脊椎跑出来。你昨天玩脊椎了吗？我觉得阿里歪就算了，那个拉五十，你好歹拆个库吧。我还以为你们都不懂七龙珠，第一个是那个乌龙凑齐乌龙啊，那只猪啊，对啊。